过年过节期间，无想要走伤远，嘛无想要人客人，阁想要出去行行。伫遮推荐乡亲来甲水里抓游，内面有丰富的多业文化，会当来欣赏以外，过年期间更加特别推出嫩油康的发财祈福乐山，强调嫩油康真好康，嫩油康计好安，要予已经高龄九十四岁抓游为民众加持来年的兴旺。啊，来到这里。水里蛇窑哈，一定要来嫩油康哈，所以古时人在讲嫩油康真好康哈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一直找不到对象哈，我们已经有这个三四十对已经有好的姻缘哈，因为拢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嫩油康会当过好安哈。随着将近百年历史的抓油第三代传人林国良的脚步，做回进入已经有九十四年历史的抓油内底，这款祈福路线是相当难得。官兵就在过年期间再来体验。那逛窑洞呢？方向要记得，一定要从下面往上走。为什么呢？叫做步步高升。水里蛇窑是一个火烧的地方，火是非常旺的哈。那就如同说我们的庙会呢，我们的庙会啊，大部分都爱跪会跪会啊。为什么要跪会呢？因为火是正能量。那正能量呢，可以有驱邪的作用哈，会达到人的一个平安哈啊，所以呢啊，我们在过年期间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，一定要记得哈，要走一趟发财的路线啊，发财的路线哈，然后啊，这个一定要去熏熏我们的火气。来到水里抓鱼，除了有悠久丰富的稻业历史文化，会当亲身体验了解以外，恒区占地宽，环境清幽，是相当适合放松心情的好所在，也是关来乡亲在过年期间就近佚佗的好选择。一个高雄非常有名的陶艺家叫徐永旭老师呢，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所挑战的，在2002年，那做的这个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位置的位。那位置的位呢？是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有高高的位置可以坐，都能够出人头地，所以就做了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的，尤其他做了一个女性象征哈，那强调什么呢？希望两性平等。嫩油康真好康，嫩油康计好安是相当土吉的俗语，加上世界都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多艺品、多文化典藏，民众不妨在过年期间，带着全家大小来到这里抓油嫩油康求兴旺。记者跟宣传报道。